區州議員楊卓堅同志、橄欖枝州議員周仔同志、我哋白色便知州議員夏威夷同志同埋胡石華同志，同埋我哋啱會嚟到嘅，仲有我哋邳州主席係可敏同志，同埋我哋金寶國議員許同信同志，各位米塔灣嘅雙溪古嘅村民，大家晚上好。而家2018年，上一屆大選5月5到而家5年啦。如果大家仲記得，5月5之後第二日5月6號，馬華做咗乜嘢？5月6號，金寶馬華閂門，閂門大吉。金寶馬華講乜嘢？金寶馬華講：華人唔再支持馬華，以後你哋有事唔好揾馬華，你哋以後有事就揾行動黨。發布嗰陣時，行動黨啱啱金寶國會議員許同信中選。第二日5月6號，我好記得，佢即刻嚟金寶嚟拜票謝票，即刻做揾服務中心。服務中心一個星期入邊開門大吉。嗰陣時馬華唔要服務大家，佢話華人投俾我，你唔要再揾我啦。馬華如果嗰陣時閂門，我哋要同馬華講，你唔好要挟選民，選民先係老細啊！我哋做老細，我哋炒你魷魚，幾時輪到你嚟要挟我哋？係咪？馬華夠膽要挟我哋喎！佢話你唔支持我哋，我哋唔再俾服務，我哋就要同馬華講。你如果唔服務，你要閂門大吉，我哋永永遠遠俾馬華喺金寶閂門，好唔好？大家要記得，我哋火箭喺金寶打咗好多屆，以前1969年贏過，射陣又贏過，范俊登火箭強人又贏過，後尾就一路打一路輸，86年贏，90年贏火箭贏，95年輸，99年輸，04年輸，甚至乎係308。火箭係金寶，亦都係打算講緊國會啊！我哋州會好犀好犀利噶，曾福仔04年做腳車撞點巴斯啲贏咗啦，不過國會輸，由1995年輸到2008年，一直到2013年我哋先贏。不過我哋火箭黨曾經何時話我哋輸咗就唔服務啊？我哋越輸，我哋越再鬥，我哋越鬥，我哋越再輸，我哋再鬥，鬥到贏為止。所以今日火箭黨先可以喺金寶立足，一國兩州係咪？不過我哋一國兩州唔夠喎，點解？一國兩州我哋火箭黨喺邳州18席贏曬，都換唔到政府，因為金寶仲爭最後一個拼圖，就係掛冷石家。掛冷石家如果贏到，呢個係一個標誌性嘅選區。如果我同大家講，掛冷石家贏到，你哋有朋友喺亞蘭，有朋友喺真德隆，記得叫佢哋過年記得翻嚟要投票，因為如果掛冷石家我哋贏咗嘅話，我哋邳州一定唔政府。點解？因為掛冷石家係邳州入邊其中一個邊緣議席，邊緣議席佢哋國陣嘅多數票幾多？唔超過5%。如果馬拉海嘯吹嚟，而家唔單止係華人要反，馬拉人要反啊！馬華嗰邊一定同你講爭爭爭，咁係咯，廖宗來嚟到嘛，爭爭爭，佢話華人一定要支持馬華，華人支持馬華先有好日子過，廢話！如果華人支持馬華有好日子過，我哋唔使咁辛苦啦。以前1999年，我哋華人票冚爛俾曬馬華，記唔記得？嗰陣時馬華嚟到華人區，同我哋講。如果華人支持火箭，今次馬來西亞就變回教國。不過毛統去到馬拉區，毛統馬拉區講乜嘢？講如果火箭馬拉人投俾火箭，火箭同回教黨合作，回教將會冇咗。你即刻咁樣 DAP 當什麼當什麼不是嘛 ？I'm not my own people，DAP 當哪有？Kalau orang Melayu undi DAP, kalau orang Melayu undi Pakatan masa itu bahasa alternatif Islam hancur. Itu apa Anu cakap. Tapi masa dia pergi ke kawasan Cina, apa dia cakap? Dia beritahu Cina, kalau Cina undi DAP, itu Malaysia jadi negara Islam. Jadi dia pergi orang Melayu kawasan Melayu, dia cakap lain. Dia pergi kawasan Cina cakap lain. Bukan si, wayang song-song. Wayang song-song, jika tahu jauh Fortin, bukan si mau jauh yang.冇得上雲頂到錢，結果嗰陣時華人好多都投咗俾馬華，嗰陣時馬爹攞咗差唔多3%贏曬，馬拉票反到曬，不過華人投咗俾馬華，
救咗過神一次，所以嗰陣時林吉祥輸，甲巴星都輸，從來未輸過嘅林吉祥喺國會輸咗。結果嗰屆換成政府，到咗2013年啦，今次話人要換政府啊！我哋話今次一定要換政府，改朝換代，換代告別腐敗，今次一定要。不過嗰陣時2013年，阿浙江啱啱派錢，派咩？派 green， 馬來鄉村嗰度派500蚊，呢度又派，嗰度又派，人人收到錢，又去檳城嗰度跳八根音色，行行派錢，找錢派錢，結果嗰陣時馬拉票務反到曬，華人要反，馬拉人唔反，馬拉人唔反。結果2013年又係爭啲換唔到政府，不過2018年唔同喎，而家華人依然係要換政府。不過馬拉鄉村、馬拉菲爾德嗰啲區，冚唪唥都要換政府。頭天九月，我同我哋嘅幾個三個嘅州議員，我哋去咗見咗老馬。嗰陣時老馬同我哋講，我問咗老馬一個，老馬，我哋火箭黨嘅經驗，我哋次次去做演講，次次都好多人出嚟嘅。不過到開票嗰日，我哋冚唪唥攞唔到票，冚唪唥投俾國陣。你話今次馬拉人會唔會投俾我哋？佢話後生仔。而家我哋去嗰啲區係馬拉區、馬拉肯斯區、肖達區嚟喎。呢啲區如果以前林吉祥嚟，朝早九點入去掛火箭旗，唔使15分鐘火箭旗唔見咗。呢啲區我哋以前要入都入唔到嘅。而家我哋有機會喺入邊演講，千幾個、2000個行人走過嚟聽。呢啲全部唔係以前投俾反對黨喎，呢啲係投俾毛統嘅支持者。我哋而家要拉毛統嘅票。如果毛統的票都被路馬拉了，華人還等什麼？我們還換政府還等什麼？還等馬雲真真真，廖宗偉說真真真，為什麼他說真真真？就是因為毛統叫他真他就真，毛統叫他作他就作作作，毛統叫他真真真他又不敢錯，毛統叫他作作作他又真起來，叫他 K 就 K， 錯就錯。所以今次我們要給馬雲在金寶鬥鬥鬥，今次一定給他冧，不可以做秘居員在金寶，金馬話在金寶，因為金寶亦都好似掛色雞。如果金寶俾馬華攞翻去，金寶係華人區60%。如果華人區60%，希望連任都攞唔到。我同你講，成個馬來西亞222個議席，我哋肯定攞唔到112個。因為如果我哋要贏，華人票一定要衝破上一屆，我哋攞85%，我哋最少最少最底線都要攞80%，甚至乎試下可唔可以衝翻破85%。最近如果大家睇報紙，馬華嘅樹利組唔上，哇！魏家祥好威風喎，一路問緊林冠英究竟咩嘅隧道，究竟發生咩事？大家睇到一頭霧水。又一下又要教書啦，林冠英又開 video 教佢教幾咩事，其實好簡單嘅啫。呢個魏家祥問緊呢個非常白痴嘅問題，佢嘗試要混淆大家嘅視聽，混淆視聽點解？佢問第一個問題，佢話點解做一個隧道要一個服裝公司出嚟咧？我同大家講，你做呢個隧道有兩個，一個係叫 SBB， 即係承認做呢間公司投資呢間公司嘅公司。第二個就係個承包商，中國鐵路就係承包商，由頭到尾中國鐵路冇換過，個承包商係一樣嘅，換嘅就係嗰間公司嘅投資嘅，係有個投資服裝嘅入咗呢間投資公司，不過係咪話嗰個投資服裝公司要起呢個隧道啊？唔係啊嘛，我哋嘅 EBF 有冇投資地產啊？有嘛？佢投資地產係咪可以建樓啊？冇嘛，冇人叫佢建樓，佢就係攞錢出嚟投資啫。呢間服裝公司係攞錢出嚟投資，咁簡單嘅一個問題，大家從又問東又問西，不過我哋冇聽過。點解？我哋檳城嘅隧道，我哋係公開招標。公開招標即是咩？大家有幾多錢放出嚟，將你嘅投標投出嚟，邊個價錢最靚，做得最好，我哋俾佢。呢個係公開招標，公開招標。不過東海岸 ECIL 要做，有冇公開招標？冇公開招標，佢俾佢自己嘅 cronie， 自己嘅朋黨頒俾佢。魏家祥敢唔敢問啊？一句聲 A 都唔敢聽。檳城州仲有咩？魏家祥一路，檳城政府將個土地交咗俾個發展商。我同大家講，
呢個 project 係有分兩個嘅，兩岸三通，三條大道跟一個隧道，給了土地的是那三條大道，海底隧道一分錢一片土地也沒有給。呢個係林冠英講嘅，佢哋叫曾湛優嚟告，你有本事你嚟告我，我哋一分錢一寸土地都冇俾過。佢話佢咁，如果曾湛優有本事重複呢個方言嘅話，林冠英就告佢。所以我哋而家準備將民政黨呢個講大話嘅大話精告上法庭。所以我哋從來冇經過火箭黨做嘢光明磊落，唔似火箭，唔似國陣偷偷摸摸。黎家祥在檳城州好威風，我想問，如果今晚黎家祥敢唔敢用同一樣的標準問翻阿積哥，點解你嘅户口入面收咗26億啊？黎家祥敢唔敢問？唔敢啊！點解？因為原來呢個黎家祥係黎公公嚟嘅喎，阿積哥叫佢嚟入閘。阿積哥，你嘅户口，你嘅户口好似聽講又收咗幾多錢啊？我唔係好記得喎。呢、这個就係黎家祥，一見到阿哲哥口窒窒，淨係有夠膽本事，佢就奔城州火箭做政府，又夠膽去問我。我係咧，我有一日，我喺金寶市，我係每個禮拜日喺金寶我都有服務。服務完有一日，我去到金陵我買蛋撻，嗰陣時間啱有個人喺前面去買緊蛋撻，嗰、那個去奔城人嘅，我企喺後面，我聽到佢同老闆又講咩？我哋奔城州自從火箭換咗之後。檳城真係唔同啊！你哋一定要嚟睇。以前我哋檳城州啊，成條馬路全部都係垃圾嘅。而家換咗林冠英做，成個馬路乾淨咗，廉政咗，又有錢派。我上次有投過國陣，亦都有投火箭，不過今次冇可能投翻國陣啦，因為呢個政府咁好，一定係投俾火箭。而家檳城人都話一定要投火箭。如果呢個咁好嘅政府，我哋都保唔住，我哋點對住我哋嘅下一代？如果檳城州做到，檳城州又俾自己嘅檳城州民有獎學金喎。我哋馬沙一年收咗所得税、消費税收咁多，我哋有冇攞到獎學金啊？你睇每一年啊，我哋 SPM 成績一出 ，SDPM 成績一出，你又睇到我哋攞全科 A 嘅10個 A、11個 A， 冚唪唥都攞唔到獎學金。點解？因為我哋馬沙人才要冚唪唥送俾新加坡。行啦，唔要停翻嗰啲廢材入內閣做部長，呢、這個就係賣身。我同大家講，我讀書唔係叻嘅啫，我讀書細細個，我 UPSR 就攞全部 A 7個 A，PMR 又攞全部 A 8個 A，SPM 又係攞全部 A 11個 A。不過我喺班入邊考第三名，唔係好叻。不過我 SPM 之後，我申請 JBS 過書攞唔到，我申請 Vanguard 過書攞唔到，我申請 Petronas 過書又攞唔到。結果冇法子，最後我入咗大馬大讀會計，攞咗一個會計學士。我讀完我個會計學士之後，英國政府我攞到 First Class Honours Degree，First Class Honours 一等用語學士。英國政府就俾咗我獎學金，俾我去讀 Master 讀碩士。我喺馬來西亞生咗嗰陣時23年啊，馬來西亞政府唔俾我獎學金喎。我阿爸阿媽喺呢度做工又交税，一分錢都唔俾。不過一個英國政府同我冇拉冷嘅，俾咗我個獎學金，去到英國包埋你生活費供我讀，讀咗一年，所以我喺嗰度讀咗2007年、2008年畢業，我攞咗個碩士。我畢業咗一年，我喺英國做工做咗2年，我決定係時候要翻馬來西亞，所以2010年我翻馬來西亞嗰陣時喺金寶達曼大學做講師，做講師之後，我發現2013年大選之後。呢一次一定要換政府，如果唔出嚟換政府，我哋下一代冇辦法，一定過得好辛苦。所以嗰陣時，雖然我係南灣大學講師，南灣大學係馬華噶，馬華噶。嗰陣時我做南灣大學講師，我一樣企出嚟幫火箭黨企航。所以大選之後，南灣大學冇得撈啦，我冇得撈啦，俾人炒人嘅。結果而家我自己出嚟。在怡寶區金融計劃自己撈，不過我哋唔驚，我哋冇工作，我哋唔驚。點解？因為最重要嘅係屋企，我哋嘅家。如果你嘅家、你嘅國家、你嘅屋企都冇咗，嗰份工仲要你做乜？我哋要份工，點解？因為我哋要揾錢，為咗邊個？為咗我哋嘅仔女，為咗我哋嘅下一代。你諗下，如果今次換唔到政府，
20年後、30年後，有一日你的仔女、你的孫大過了，問你阿爸阿媽，為什麼我讀書成績那麼好，10個 A、11個 A， 每人攞不到獎學金的，為什麼有些朋友讀書攞4個 A、5個 A， 他們又攞到獎學金的，你那時怎樣答他？你是不是又答他，我們是唐山來的，我們這裡工班住的，我們是二等公民來的，是不是要這樣跟他說？不得，因為我們華人在馬來西亞是一等一公民，我們華人不像印尼，不像印尼那些華人，不像泰國華人，馬來西亞獨立的時候，我們華人有份流血的，有份出汗的，我們華人、馬來人、印度人一起跟英國人談判，我們國家獨立，華人是有貢獻的，我們馬來西亞華人在馬來西亞應該是一等公民。不過你輪到跟馬華公會的人說，他說一等公民不要緊了，你做二等公民，總之我們的勞工有人保，坑渠沒有塞就可以了，我們不可以，我們要讓我們知道我們下一代，你在這個世馬來西亞出世，你是乜等一馬來西亞人，我們要爭取一個公平合理的馬來西亞人。我們話少撥款，2017年追，年頭追到年尾，嗰日我登報紙，我問張勝文：你話2017年撥款要俾，究竟幾時俾？哇！忽然間有兩隻馬騮跳出嚟，有兩隻馬騮跳出嚟，佢話：哇！張志文冇睇報紙喎，冇睇報紙，原來個錢出咗喎，啲字出啊！佢話12月26號出，不過鄧中國會議員反回應。出了一封信，這個不是情信，這個是國會議員寫的信， Letter Head 鄧中 MP 出的信，他寫信給張勝文，他說我想要求你清楚列出來2017年的華小撥款究竟幾時錢，給了多少錢，每一個州給了多少錢，錢幾時過數，全部列出來。到了今天2個星期了，張勝文不敢回答，為什麼？王偉就話：如果你有本事列出嚟話俾我知錢幾時收到，我願意道歉。哇！王偉要道歉喎，張勝文收到信兩個禮拜都唔敢回應，究竟發生咩事？我都想知發生咩事。2015年我哋嘅錢攞去邊度？攞去加拿大賺災。2016年嘅錢又見咗2017年先收到。而家2017年嘅錢究竟有收到冇收到？我哋仲未知。媽話自己能收到，不過我哋唔信。你有本事攞你嘅 bank account 積蓄攞出嚟，佢哋尋日上台影相，攞大大張假嘅 check 碌 check 影咗相啦。不過錢有冇過到我哋唔知。而家2018啦，我同大家講，2018係大選年。如果就算喺大選年啊，媽話連5000萬都攞唔出，佢對我哋華小就好似咩？就係好似當棄嬰咁，佢都唔理你咯。5000萬有幾多？5000萬喺中央撥款係成個預算案啊，係差唔多0.02%啫，唔夠1%，0.02%。區5000萬都攞唔出。林冠英嗰陣時聽到2017年嘅撥款收唔到，佢講乜嘢？如果錢收唔到，中央政府收唔到，佢話奔城州借俾你啦。如果5000萬都攞唔到，咁丟架，嚇死人！一個做一個政府，你連5000萬都攞唔出，不如唔好做政府啦，換落嚟換嘢做好冇？好。你睇檳城州，檳城州2017年撥款1月未開學，錢俾曬。如果要做到嘅冇，係咪好艱難？唔係咁艱難噶嘛。如果一個政府乾淨、廉潔、唔貪污，所有嘅 project 公開招標，唔好將啲 project 班俾貧窮，個政府咪有錢咯？你唔食錢咪有錢咯？到時華小要錢，咪即刻有錢收到咯。承認讀中統考文憑係一樣，貓話呃咗40年。如果係要承認嘅，一早承認啦，仲等到今日。如果大家記得2013年大選嗰陣時，何國忠博士邊個讀好多書嘅博士嚟噶，不過又係一個講大話、面皮好厚嘅。嗰陣時佢喺駐韻對我哋劉振東，佢上台講乜嘢？佢話今次如果我選。贏了之後，他說如果今次大選之後國陣仲不承認同獨中統考文憑，我下一屆不再出來選。這個報紙行難有的，你上網查何國忠說
假如2013年大选过后，国政不承认同台文凭，他以后不会出来竞选。这个不是扯大炮的，他自己讲的，报纸通通都有。不过现在国政承认了没？含人一撇都冇啊，一个都冇。不过而家啱啱廖仲恺又宣布，何国忠博士而家要走去得包盔点选喎，唔敢留喺住暖喎，因为住暖输咗俾火箭党刘振东，而家要走去个得包马拉区喎，马拉选民占多数嘅安全区，准备去嗰度上阵，要做部长咗喎，要掠水喎。点解？因为佢惊。他知道你們可以騙，如果今次他去到那裡上台說華人要給一次機會爆，我們今次就要承認獨中普的問題，你跟他說不要說廢話，你要承認，現在立刻承認，承認了我才給票，你不是給了票你才承認，這個是騙鬼食物。人家都說你去了巴沙，你問馬華今次說給票去，他承認獨中普的問題，你信不信？如果馬華信得過，豬乸都會上船，冇可能嘅，要如果要承認，而家立即承認。呢啲唔係錢嘅問題，呢個係政策嘅問題，唔係檳城州、雪蘭莪州啫，沙灣州，沙灣州國陣自己嘅州啊，沙灣州都已經承認咗。如果喺沙灣州，而家獨中畢業出嚟，可以喺政府部門做員工，政府部門可以請。如果沙灣都可以承認。點解中央政府唔敢承認？所以我同大家講，如果國陣要做，即刻冇法可以做到嘅嘢，佢唔使再呃你，佢要呃就代表係佢做唔到。佢同我哋講咩？話今次要見十個華少啊！我哋平時睇點解我哋華社堅持華少一間都唔可以少？1999年嗰陣時，佢要生擺沙老嘅時候，白少喺雪蘭莪。佢要生白少，我哋華社唔俾佢生，點解？因為華少生一間就冇咗一間，你要再開翻好艱難嘅，開唔翻嘅。華少一間都不能少，這個是華社堅持的，我們要把根留住。所以現在馬華突然間說，我們要開時間性的華社，我嚇一跳。時間性的華社，我們要問錢從哪裡來？2018年預算案根本一點都沒有提到，佢根本都冇提到。即係你問廖莊落去話。我哋十間華小要同草同班，咩叫同草同班？講難聽啲，同草同班就係叫華社捐錢，即係你交咗 GST， 你交咗所得税，你交咗門牌税唔夠，你仲要交一個華小税。我問大家有冇咁荒謬嘅事？全世界啦，你去到全世界政府，有邊一個國家？佢嘅政府捐錢俾自己嘅學校要上台班職嘅，有冇？我台灣嘅朋友嚟到問我：，哇，你嘅國家乜嘢事啊？點解自己政府攞錢出嚟起學校要班職要影相啊？唔正常嘅咩？一個正常嘅國家，我哋人民翻工揾錢，揾到錢我哋交税、交所得税、交 GST， 政府收到税就要將我哋起路、起學校、起醫院。點解呢個國陣政府收咗我哋嘅錢，唔攞錢出嚟起華少？點解？呢個係我哋要問嘅。點解呢個政府收咗錢唔起華少，要我哋華少華人華社再攞錢出嚟再辦華少？呢個係對華少非常之唔公平。所以我同大家講，如果希望人民一贏，我哋做咗政府，我哋唔單止承認獨中統一問題。我哋要制度化撥款，我哋要根據教育需求建華少，唔係根據馬華嘅政治需求。馬華係到咗大選，邊度有政治需求，立即去到嗰度要撥款，要起華少，喊嘅係呃華社嘅。如果大家記得，以前馬華要起喇嘛學院嗰陣時，起喇嘛學院嗰陣時。政府仲話一蚊對一蚊，記唔記得？華社捐一蚊，政府捐一蚊。到咗起喇嘛大學，一蚊都冇啦，冚唪唥都係華社捐。唔緊要，而家起小學可唔可以最少一蚊對一蚊啊？政府話冇喎，一分錢都冇喎。GST 收咗420億，你翻去殖民嘅西北部，你要起學校，你自己要再出錢。我哋想問呢個係乜嘢撲街政府？我哋唔可以接受。我哋如果你唔幫我哋起華小，如果你唔幫我哋起路，如果再攞撥款嚟要挟我哋，
我哋下次今日開始，我哋唔再交所得税，我哋唔再交消費税，得唔得？你收咗税唔做嘢嘛？咁點解我哋要交税嘅咧？呢個係國陣嘅政策，所以呢個國陣成個政策要換，我哋唔係對人。這個政府無論你換咗乜嘢人都好，一樣係咁樣。馬華話：以前安華係華教嘅黑星，係咪？安華係華教嘅黑星，所以我哋而家反安華。喂，我想問，安華都喺國陣邊出咗嚟幾耐啊？而家安華1998年出咗嚟，到而家都20多年啦。廿幾年華教有冇進步過啊？讀中普通文憑有冇成年啊？華小撥款有冇制度化？冇啊！點解？所以唔係安華嘅問題，係嗰個國陣制度嘅問題。係安華嗰陣時係反華少，所以我哋嗰陣時反安華。不過嗰陣時馬華支持安華喎。而家安華出嚟，佢要制度化撥款，佢要成年讀中統嘅問題，我哋支持安華。不過而家馬華又反安華喎。所以馬華嘅主訴嚟嚟去去咁啫，一係嚟火箭，一係嚟安華，而家又可以嚟馬的。我問大家講，馬的係佢以前係做好多錯事，不過我哋今日同馬的坐低，佢應承咗我哋，佢要一個 systematic reform， 佢要改革我哋成個國家嘅制度，佢唔係要拉馬之王，佢係要將成個國陣拉落嚟。有一次我哋火箭黨要 trip， 我問佢：如果下一屆大選 Basadu 贏咗20多席，你會唔會跳翻毛孔？佢當場喺我哋面前啊，有 video 過咗落住，佢話：如果我哋大選之後，我冇可能翻嗰陣。佢用嘅字係 I have enough of my national， 我對國陣對夠啦，50年、60年夠啦，夠就係夠，我點都唔會翻去國陣，因為呢個國陣毛孔黨而家變做納茲黨，而家係一個食錢嘅黨。毛統上上下下入邊就係重用那支食錢，馬華民政廖宗來，廖宗來魏家祥，民政黨嘅主席馬秀蓬，冚唪唥係一樣，佢哋唔敢對那支，淨係追住反對黨嚟打啫。如果以後夠膽，你問佢夠唔夠膽問阿哲哥26億去咗邊度？佢哋唔敢嘅，點解？問咗26億，阿哲哥你即刻同佢講，你嘅官唔使做啦，你入去 office 執書啦，聽日收工。回去耕田種番薯，所以他們不敢問，他們最緊要就是有官做，有官車坐，有馬蹄跟，有羊出，這些是他們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所以希望大家下次下一屆大選，給我們一次機會，給希望連盟一次機會，給我們一次機會換政府。馬來西亞要成功，馬來西亞要改變，一定要給國陣立一次，一定要給國陣立一次。國陣如果不立，整個制度不可以變。希望大家給我們一次機會，我們第14屆大選改朝換代，告別腐敗。多謝大家，多謝。